仲夏夜的萤火虫。正当雌萤火虫开始产卵的时候，雄萤火虫待在黑暗的草丛下面，发出了最后一点微弱的荧光，然后它就像顺利完成了使命一样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。雌萤火虫用尽力气把卵产了下来。当它把苔藓上的几百颗卵都高高的堆起后，也像雄萤火虫那样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不过，萤火虫妈妈留下的这些小小的卵，不断地闪着微弱的光。